没办法了、等他断气还要再继续超度就好了、因为没办法了，他没办法放下的了、这是一定的呀、这个没办法，所以各位要想清楚、这些父子男女为无间地狱想，一切所受为苦想，那是一看诸受之苦， 你不管你得到什么快乐的感受，那个都是变化无常。色载产业常为远离想，卖无同后，卖无同后。所以到今天为止啊，他们都问我海涛法师啊，你嘛在阮高雄起一间啊道场，我拢起好啊，高雄监狱你哪不爱去啊？啊是要看守所，啊是要老人院，就因这些都好啊，纯然这受灾快乐不？等一下拍拍屁股再见，没有烦恼，给人家弄干净就好，对不对？付点小钱清洁费，人家算我们便宜，多快乐啊！啊，但是如果你去买一间，人家四间好书，我带你去买，一间四千万，哦，我听着像昏去，你要退出来吗？无啊，你贷款，我可怜啊，我出家人，啊，贷款要甲谁讨？爱甲信徒讨呢？急急急！我这个我做不到。我宁可各位来护持设法钱，那来奉行，那来做神书啊，那都好啊。那这个寺庙反正那么多了，对不对？不需要为这个事情大家伤脑筋了，了解吗？所以我刚刚才跟我们海安师说，海安师都来讲，海涛法师，我喺我公司喺大殿个跳掉，佮起一间。Oh no！ 我讲你唔知我喺时阵无，咱讲起好要创啥？咱即马来躲信躲，迄间啊！大到叫人逼啊，人家来处理比较厉害。你基本上都无人，你个拆掉，个起一根线，咱两个都在头壳疼。我问你有钱无？伊讲无。你问我有钱无？我无。我所有钱都在放生电视台印经，我没有钱。啊，无你要叫多贴钱，所以想要起，用观想的就好了啦。我讲我若有法度一年去两遍行春，我算足伟大啊！啊。不要再想，他传统的想法，啊，就起一间，起一间，那不才是对。哎，我讲佛法爱起的人的心来对啦。那这个永恒的道场，当然随缘，我绝对不反对。如果有钱，有信徒讲，阿叔，你这间还是间，啊，你无起一个，你讲你唔忙意，你讲，啊，你讲，啊，你要出钱嘛？你问下就好啊。你若无，你莫多害我，对不对？因为我是出家人，怎么可以忙钱呢？忙那些有的没有的呢？啊，你不叫我多大白十万，对不对？大白百万，那规天我就再见了，对不对？纳古塔三十，这地藏王菩萨后边七十万，你要叫我盖地狱哦，对不对？这个不能用，这个不好啊、所以我想各位这个道理要了解，所以一切所受，不要觉得说我有一间庙，我做住持，我做会长是快乐的。不要那个想，也不要想说这块地是我的，你也就拍名啊。像我现在都知道了，今天这个地如果挂我名字，我没有好好的去超度它、善用它、发挥，连地给住嘛 ，keep 配名，我跟你讲，那叫贵龙彩礼啊！你不要以为我还认识几个，一本来有两千万啊，有现金的，哎，结果伊去买一间三千万的，伊是讲啊，就交六七百万、一千万贷款。啊，我慢慢啊谈，啊，这三千万这间厝的，哇呀，哇，我就足欢喜。结果干那买起来吼，贷款买起来，你去就破病，你去就破病。伊就问我说：“为什么你去破病？你已经无福报啊！安尼，你福报刚用完啊，你的福报刚才在住这种厝，你哪在住那种厝？那是你孝心。结果你去就头壳疼，你去就腰疼，你根本呢，你开始倒啊，因为你已经损福报了。”所以各位人不可以去孝顺这个爱问我问了金伯伯金伯伯你还是住你的小房子嘛？我还认识一个素食店很好吃，我等下去一个高官，诶，怎么没去？他去租一间一楼的店，哦，很贵的，要给他开到较高级的素食餐厅，会花去一个月就倒去。我说你回来吧，那个店人家还没有用，你还是老实做这个吧。因为我们是推广素食，不要说我要做餐厅老板，对不对？那这样你人家生意很好，结果他又回来做生意很好，那都好啊。那你要去搞大的，有福报你去做，没有福报不要做。你各位就真正来讲好啊，所以不要去执着这个。再来所求
所为善本想，所以不管你求什么拢是要累积善业可以了，千万不要为满足欲望，为了面子啊，家事为总想，亲属之事为地狱旁想。家事为总想，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意思啊？反正是卖艺术的地方了啊，总就是一种轮回的意思了啊，不是一个好的地方。亲属之事为地狱旁想，所以亲家朋友，所以各位，世间的地形，那是世间有读册的人，有时候是伤害你的。你要认识的是善知识，这些人有信因够有空性哎，这种善知识可以。世间的知识，你若要出家，伊讲你读个歹去，安尼。你若要食菜，讲你这些人有问题，伊读足济册哦，他是博士哦。你要甲医生讲，我是食菜，你莫找我开刀，你找我开刀无效。啊，无采我甲你开到要死，你食菜无效，哎呀，这个叫知识。所以世间人拢在追求知识，他认为说自己很厉害，所以这种亲属知识会甲你害哦，会让你落地狱哦，会让你做精神哦，地狱旁想，昼夜无益为等想。所以各位呢，白天晚上你也不要说白天工作，晚上修行啊，所以每天都要保持在修行状态。好。这内容好不好？像我看不会那么快，我自己慢慢看。我不知道我解释对不对，但是我要拿来我自己用。然后看完以后，我永远要记一辈子。看完还不够，我要一定讲一遍，因为我师父说，讲一遍以后，我永远记在脑袋里面，我永远不会忘记。所以各位把这一段念好，好不好啊？念一下来：身无药，当行药；命无药，当助药。财无药，当另药。意思说，身体也好，生命也好，财神也好，都不就近的。你要把这些不就近的变成有用的，当另药啊。何谓生药呢？能劳来于人，恭敬承顺，视为生药。那这些辛苦呢，来帮助别人啊。你能够出力啊，能劳来于人啊，能够为别人奉献出力。恭敬承顺别人，那你这个身体就有用了，叫身药。然后我们出家人拿身体来拜佛啊，拿身体来修行打坐啊，那变成身有意义了，不然就没意义。若令善本不减，使功德长增，是为命药。念一下来，以人为寿，那我这世间买偌济厝，赚偌济钱无重要，咱去帮助偌济人，迄才是咱的寿命。有利也无利，迄同意义啦。啊，所以有时候我在放生呢、啊，我觉得我每次都会偷笑啊。我小蛋呢吼，吃弄死嘛港湾，你看，嘿，大家鱼啊拢挖起来，一只牛拢挖起来，一只狗啊挖啊就快乐，哎，太有意义了，对不对？我们这个身体是脆弱的，随时会死亡的，却能够让他们长寿快乐，非常有意义。所以如果能够让我们的道德善本不减，功德越来越多。那我们的生命才是越来越长寿啊！老实说，生命是越来越老化，但是功德增长，于法无所受，不着才能布施，是为财药。所以呢，不要去为了金钱去跟人家争啊！于法无所受，你要花钱，我去做会长啦。刚才金马郎咧做什么长，拢爱去乌色贿赂啊，然后才可以得到那个，然后再来贪污更加多，这个不好啊！所以。我们要布施，不着财，而布施也不是为了我们要可以发财，而是布施可以圆满我们的功德。长者居家菩萨，以示彼相而立家地，是为上士居家行也。所以布施如来无所住等正觉之戒，则为至诚所为如法，不转不退于无上正真道啊。所以。居家菩萨如果按照前面的比相的意思是说，按照阿弥陀佛，然后来建立你的家啊，那视为上士居家行也，这样就不离开佛陀的教法、戒律、正觉之戒，所为如法，能够追求无上道。无要紧哦，请鼓掌，为经典、为佛陀鼓掌，好吧？下回等个。今天晚上回去看完，不能睡啊。
也会再来我考试，后面第几段什么意思？我那也在意。那你不是想要修行吗？从在家到皈依三宝，怎么修行？怎么护持出家人？自己发菩提心出家，然后如何行菩萨道？啊，这个非常重要。虽然这个里面翻译者不是我们汉人，啊，因为这个主法藏是印度人，所以印度人汉文不好，所以翻译海南跨龙博。啊，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汉人，那我们中文基础好，你再给他做一点论诠释，好把人一看就捌，安尼啊，免得啊，从我呢又归刚，这是什么意思？比相而立家地，比相都没看过安尼，因为他是按照梵文翻过来的，啊，但是他不了解中国人的文化，但是来随喜赞叹，竺法护大和尚。啊，印度来的了，所以能够替我们翻译这样的经典，但是这一本经到底来讲不流行，为什么？因为内容有一点就是翻译的问题了。但是如果我们将来再请中文很好的，譬如我们湛江法师，以后请湛江法师再翻，对不对？哦，再翻一翻。然后呢，然后让大家读起来像《地藏经》哦，两个鬼看戏啊，《地藏经》细里细里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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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一看便懂，那这样更好。但是我还是告诉各位，经典重不重要？但是要把经典的法用在你心，产生你的行为，对整个社会、整个众生界产生帮助。但是你若无看佛经，你怎么知讲咱在家人咧创啥？出家人要创啥物？所以这后面还写了出家之法，哦，佛陀为什么要写出家之法呢？让你去了解出家人是怎么修行，那你去接近他，什么才是出家人啊？然后你出家又受菩萨戒了又怎么样，然后在家真正发菩提心又怎么样？那佛陀最后要讲的是在家跟出家是统一的，只要你是发菩提心的，不分在家出家。因为现今的社会也不是以出家人为主了，现今的社会是在家社会，你看现在领导家市长啦，就影响人人都是在家人啊。那我想各位是在家人，然后你又懂佛法，那你也不会跟别人争，但是你却有一片大地可以，没人要跟你修客，你要去做慈善的事情、慈悲的事情，关怀老人、关怀病人、关怀不懂佛法的人，没人要跟你抢啊！你真的是快乐的不得了。好。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达到无我的空性，达到慈悲利益众生，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三宝。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